今天有戴帽子，因为今天没有弄刘海。今天上学的时候一直戴帽子。Hello。嗨，大家买票了吗？生日会的票。晚安。记得买票哦！要抓肯的爱的熊抱。谢谢卡尼的行李箱，我一直跑偏。准时结账了，很棒。通常连结是第一天都会翘掉，没有，不能再翘了，不行翘，不行。同学不会发现你没有没有刘海，什么意思？就戴帽子啊。延迟了十分钟，以为被买光，我也希望被买光哦。我也希望哦。有啊，有上课啊。必须复数，对，请大家购买复数，然后选一个比较好的位置，听起来好合理哦，对吧？刚开始卖的时候显示补货，可以再有买光了。翘课小达支持，不行再翘，一定买了，可以来吗？真的吗？还是心到人没到？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吗？有，这边可以说是啥酷东西吗？这边可以说是啥酷东西吗？周边可以说是啥酷东西吗？我不知道，不要保持神秘耶。周边可以说是啥酷东西？好像也不用保持神秘。是有我们人像的东西。对。现在要穿什么了吗？是不是想到一半？我上次有想到一半吗？还是想要去住的吗？就是和服那边啦。大家可以喊喊，我是可以期待。为什么全世界都跟我讲？有吗？Hello。应该是可以来了，真的要飞来吗？你可以在机场拍跟我一样的飞飞照。待一久，吃饱了。去年被周边骗了，买好多。谁？只能心到，要把一个月来两次。可以多待一两天吗？骑士团 OOTD， 骑士团 OOTD， 哦对耶，主题是不是？那个感觉是很棒的东西了。我现在是，就是我有点想要换一套衣服，我有点想穿两套，就是会换，可是因为那一套我还在找，我不确定。
就是我想要有一套就是穿一下，然后再换另一套这样，然后就是我只想穿一下的那一套，我现在在找。对，我昨天晚上就找了3个小时，中间还要换服装。对，我在想来不来得及，但是我想换，应该是可以吧，有一点时间，我会再问问看。但是我现在是想说要换。先备好骑士团歌词，3月生日会用到。你有头绪吗？我怎么没有头绪？还要教灰灰照作业。灰灰照作业是什么？哦，这个。这次生日会有主题吗？到底要什么主题？我其实不知道。怎么隐藏刘海？这样子啊。对，跟他撞时间。台上换装。台上换装很难呢，可以看到不同衣服了。对，但是这一切都还没有决定好，还在寻找中。生日会结束，小迪有唱几段，真假的？请记得。我也是你的骑士。是你太不惜勇敢，说生命是一人的奋战。Carry, are you a family? 哇，好长哦。第八度，你的那类衣服，你那是定做的。我没有定做。而且我开学了，大家。而且这学期的那个页数又更多了，这学期是5页加7页。你今天上课在说什么？对，怎样？5页加7页，总共12页，一个礼拜要做12页。我不会真的做满，要这次7页要做满。因为换老师了，6点多，更多作业台，无止境的作业台。台中市电风台没有 Team 小睡，真的假的？他骗人呐、啊，骗人呐、啊，居然没有。居然没有，有点坏哦，有一点。朱面面的公主装，面面的什么公主装？榴莲的那个吗？不是榴莲，好失礼哦，洛梨的那个。唱了一小段骑士团之后，是要给留给我飙高音，是不是？今天才听这首。学林一solo控可能有点难，可能是卖完了。偷偷扫，但我很常偷偷扫页。握手会那一套，他杰西要穿什么？对哟，眉毛好像变，怎么变？眉毛就是眉毛啊，打给人家预留，没有。哦，公主裙，杰星就躲在裙子底下。你们有问过杰星的意见吗？杰星在我的，他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王子公主或恶龙公主，确定杰星有想当恶龙？太过分了，杰星穿骑士装，好小只的骑士哦，很小只哎。
猜拳打那个耳聋，好像其实好像蛮有趣的，可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，好不好？迪士尼公主小子，大安全下，恶龙咆哮，恶龙也很小子，报名恶龙免酬劳，我确实可以装很多东西，我搞不好，我感觉我那个进场跟，就是我走那个楼梯，走上去会跌倒，走下来会用滚的耶，真的很危险的感觉那个裙子。害我陪他逛好久，真的哦，啊，居然没有，没事啦，没事，没事啦，我有小品，那你皮卡布，报名当城堡，让我要住在里面，姐姐又要帮忙拉裙摆了，旁边姐姐她是被拉的人。恶龙，公主比王子高还蛮可爱，确定吗？要扮平民、祭司或路人，快点帮 Staff 想要扮什么，帮他们想。ごめんね。想想。啊！你坠楼了。扣不上去。Staff 士兵，七只小矮人。姐姐同意要变装吗？我已经跟金香菇预告了。公司新来的天黑姐姐帮忙拉裙子，天黑姐姐要出场费吗？天黑姐姐，哦，扣环坏掉，不会啦，室友在唱吗？对，我会接住你。头上那只是 Team， 认不出来吗？而且你们知道我后来很笨耶，我后来才发现我整个发箍是戴反的，见面会的时候我发箍是戴反的，我那时候看到照片的时候我还以为姐姐帮我把 Team 就是 P 掉了，结果我戴反了，没有人跟我讲我戴反，我那天戴酱耶，就只是一个熊不是 Team。期待香菇的穿搭，你们可以帮他想穿搭。对，帮 staff 想穿搭。谢谢 Alex 的浪的女儿会员票，我都不认动吗？还好，一直在想到底粉红正面还是白色，什么意思？还真没认出来，蝴蝶结自己绑的吗？什么蝴蝶结？跟大话剧主题，扣在花上再讲，很多东西耶。金香菇姐姐反应如何？她说：“为什么？你们不要把主意又动到我们工作人员头上。”我就说：“不行啊，我就是会逼你们扮装扮。”谢谢宝宝的啾啾你哦。谢谢，我觉得我今天彩度没有很高耶，我今天彩度不高，听姐姐自己自装。为什么生日会姐姐都很可以？哦，冷到粉粉的。照金香菇平的穿婚衣是演挥霍的皇后，也不是皇后，就是挥霍的人，她又没有穿得很华丽。他花很多钱买看起来很普通的衣服啊，不是你，嗯，又不能粉丝来扮，只能让 staff 扮了。我以为你在呛我。哎，
的香菇，是的，昨天金香菇打扮得很低调，就是他平常这样子穿吧，他平常都这样穿啊。突然开始唱歌，他们唱什么歌？他们压力太大了，这是买信呀，才都不帮他解度呢，解度一百，解度一百，皇后残欺负公主喊喊，他们表示对啊，他自己入座，呛趴了，谢鱼的幸运四叶草，花很多钱就赔偿，对啊，那些有钱人都这样，低调奢华。就是要低调，香菇低调，有很多很贵的黑衣服，对，很多很贵的牌子的衣服。天黑姐不专业，昨天大家在忙，就她一个在那边吃面。那你们下次可以踏伐天黑姐姐啊！你们有帮天黑姐姐拍饭拍吗？但她的头很难低调，但是我。现在有两个菇啊，摄影高姐姐也是菇啊，他们两个的背影真的长得一样哎，就是不低调，低调奢华。看他袜子在长袖衫，他很久没有穿，他很久没有穿三千那双，不知道我很久没看到了。那是 V 开头的一个牌。天黑姐姐素颜不要吧，天黑姐姐居然素颜吗？她是真的当 staff 欸，这是米七，对，米七姐姐，我刚刚叫高姐姐吗？米七姐，对，下次留意一下好。因为她头发长，想说是哪个乱，是米七姐姐头发很乱，还是金香菇头发很乱？这怎么念？Versus 是吗？我记得有一个什么 T 哎、欸，什么 ENT 吗之类的？什么 T？ 对，或是我记错了？看他跟林依的合照大素颜，是大素颜，我没有认真看哎、欸。然后一家的头发超乱。天黑姐昨天跟在香菇旁边，以为是哪个新来的 staff， 而且你们完全认不出来吗？天哪，没有肌肉饭吗？怎么可能认不出自己的腿？所以根本就不是偶像化成灰，你们也会认得啊！偶像化成黑，你们都不认得。对啊，有人穿一片不特别合身，没有人穿。你们没有发现多一个奇怪的 stuff 吗？所以这个完全混的，就是可以这样混进去。因为一家不是说他跟类似一起下车吗？他跟 Miso 他们 Miso 也没发现 Miso 要检讨，真的要检讨。很多新来的 staff 是吗？他有戴墨镜吗？他只是戴一个帽子而已吧。大家可以拍摄台上不行，但后面这些不能拍。叫你都在生日会主角身上，一家不是我专业。肌肉饭跑其他生日场算滴滴，现在大家都滴来滴去的，已经不没有再 care 了。完全是他风格走路，故意穿了一身黑，唱歌才发现，他跟肌肉饭打招呼，但他根本没回，什么意思？是说肌肉饭没回他，还是他跟肌肉饭打招呼之后他就不回了？肌肉饭没回他，好过分哦！肌肉饭超级失职哎，不可以这样子。肌肉饭完全没认出他，哎，这真的是有过分到，不可能这样子认不出来。魔术手法用零一武装吸引目光，为什么跟 staff 打招呼？这是要挑战吗？可是你们就会有警戒，你们会有戒备，而且我这个身高很难隐藏。对，我这个身高隐藏不了，不是没人知道，一定会啊。哒哒哒哒哒哒，随便找一个月不要讲，可还是藏不住的。
会感应可爱。憨憨姐姐，谢谢。你觉得你是有没有认出来吗？认得出来，我是有没有差很多吧？看戴帽子你们认不认出来，就戴帽子，然后这样折下来，你们看起来像认得出来吧？我还是我啊，这样。谁会认不出来啊？天哪！难怪我在路上没有被认出来过一次，素颜还是超好看，谢谢。反正我是没有差那么多啦，不好说。在外面当贩售 staff， 没眼妆你确定？现在会，我知道会有被记录的风险。长发藏不住，我跟你讲，我头发真的是隐藏不了，因为我的头发太明显，就是我了。你们一看到这头发，你们就会说，怎么好眼熟的感觉，很熟悉的感觉。也就那样子。谢谢光太的浪的女儿会员票，谢谢抓盆小狗娃娃，故意下拉你，不是啊？你们看整个身形跟头发就要认出来了，很好认。好，罗春怎么认识？谢谢大的红玫瑰，盘起来放帽子里面，放不进去啦。那天你跟波波去买香水时候认出来，居然那个我很丑哎！我记得那是练完舞，然后我们一起去买，太丑了吧？啊，怎么知道我们是要买给他？太扯了吧！差点打那个骨盘。什么骨盘？好柔顺的头发，有点紫圈，谢谢。肩膀认得出来，这个肌肉认得出来。你们连假去哪里玩吗？除了活动以外，就是除了生日会跟演唱会以外。认出来的话才知道怎么给你接哦！天哪，那天也真的太丑了耶，在台南排队，那时候在他旁边，什么在他旁边？生日会没了，台北、台南没事了，请假去看樱花。哦，连假是小樱花吗？看电影的，看什么电影？田丽。我连假哪一天啊？某一天，27吧，还是28？27去，27去北海岸，然后还遇到以前姐姐的朋友。对，我们同一个安亲班都很熟。只是很刚好，没有，我跟那个他遇到的人就是妹妹跟你同班。哦，对啊，我现在这样说，就是他们也是姐妹，然后也是同一个年纪差，然后姐姐是他的同学，然后妹妹是我的同学，然后我们都同一个安亲班，然后我就觉得很酷，就是在北海岸哦，而且北海岸莫名其妙就遇到，很久没见。然后而且是在一个餐厅里面，不是在那种沙滩，就是在一个餐厅里面。然后我看到有一个人走过去，然后我那时候走过去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有点眼熟，可是不确定哎，因为我只看到有点微，就是这个角度吧，就是很后面就看到他的包头，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，但我不敢讲，我不敢乱叫，我没有跟出去。然后后来他走进来的时候，然后我想说还是只看到一半脸，我就想说叫看好，我就叫他的名字，然后就。哎，你怎么在这？就哎，很酷哎，命中注定。啊，你们想要就很薄，对，台湾真的很小。上次有去台湾的哦，对，北海岸，不是北海道。想你算犯了能做的事吗？可能算哦，很棒。被樱花骗了，长毛黑不是哦。我跟你们讲。你们一定需要帮香菇拍的照片评分。
遇到，谢谢。他说他有一个他喜欢很斜的照片，我不知道是真的喜欢还是只是拍歪，然后他跟我说那是他的 style。 先说他哪，之后会 po 好不好，我之后就会 po 了。还有米奇姐姐，米奇姐姐也有帮我拍。对，但是我就觉得偶尔这样去看看海也很不错，我好喜欢海边哦。就是你们不觉得海边很海边很平静的感觉，就是看海会心情会很好。最近很多人很邪，那我选米奇姐姐，很，以为是要我们拍他，他也喜欢湖的照片吗？他拍了很多，他乱拍了很多照片。等我之后发，还不是试验才去的地方吗？需要休息的时候也要去海边。照片主角是韩寒，对，就是他帮我拍。米奇、香菇跟猫，没有猫有姐姐，让大家投票喜欢哪张？穿很少的女友，什么意思？拍的照片。拍的照片，哦，猫尾姐姐拍的照片，但没有猫尾姐姐拍的。你们可以猜哪张是谁拍的？这边还有很多小波块，看来好几个小时心情很平静。我没有看好几个小时，大概看个五到十分钟吧，十分钟。然后，哦，跟你们讲一个很好笑的一个小插曲，就是因为我们去吃。巴沙诺瓦应该是这样念，然后那边就可以通到海边吗？就是它有一个楼梯可以下去，但是就我跟香菇下去那个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北海，它就是有很多石头可以踩上去，然后我们就从那边就是走了艰难的路之后走到那个石头那边，然后其他姐姐们就没有下来，然后我就叫香菇帮我拍照。这是什么时候的香菇？给他投个热咖啡。深冬去是不是？这种人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帮金香菇拍照片就很好看。我很会拍照，但是。一言难尽。昨天呐、啊，还要天天不会睡着，没有我们，没有坐下来欣赏，就是他在帮我拍照而已。对，然后风又超大。哦，然后我还没讲完这个故事，就是我跟香菇下去走下去拍嘛，然后虾姐就在那个楼梯那边，然后他们说那边有就是有一对情侣在拍。也在拍海边，然后我们在石头很遥远的地方在拍，然后我们拍可能蛮久吧，然后米奇姐姐就说啊，他们是要拍多久了？然后结果前面的情侣转过来说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拍完了，这边让你们拍。他们以为是在说他们，但没有，他们是在说我们要拍多久，然后就很尴尬。而且你知道，我觉得米奇姐姐超可爱，我觉得米奇姐姐真的很可爱，她每次讲很坏的话都没有杀伤力，就是很可爱的感觉。她用很萌的声音，然后讲，好像很凶。他们是要拍多久啦？很凶，很好笑，被听到。对，拿出来我看好不好看？我还在排版。对，而且她长那么高，感觉没有没有，米奇姐姐真的。很没有杀伤力，我也觉得米奇姐姐很可爱。凶啊！谢谢 MM 的告白气球。这么刚好也听懂中文，会唱《路上情侣》的人不是？那真的是意外。他本来真的是在跟别人讲我们，就不小心骂到前面情侣，觉得很好笑。前面转过来说对不起啊。他说哦，没有，我们拍完了，你们拍。
很好笑哎、欸！你把小鸡吃完了？看起来像吉娃娃，不是吉娃娃。你把小鸡吃完？我新开了一盒啊！我要吃，你欠我几个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一整盒没吃几个，你知道吗？应该哦，破坏气氛的四方很凶。这时候角色好像欲盖弥彰，没有，然后米奇也说：“哦，没有啦，我是在说下面那个石头上的那两个。”然后就还是尴尬。我还说会加点杀伤力吗？可能我比米奇姐姐的杀伤力更高，因为米奇姐姐看起来超不会骂人，而且米奇姐姐讲话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的那种。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但就是很可爱。还有小鸡，只能出国买了。小鸡很多，前面那两个可爱。我吗？来来来，很帅！哎、欸，有啊，我们在拍岩石的时候，岩石嘛，就在那拍照的时候，然后那边就有一个很像包厢的地方，然后上面就贴着 love， 好像貌似是真的要求婚呢，所以他们上面贴了一个 love。之后我发照片，你们应该可以看到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发到，反正就是后面有照到，就是那个那边有 love， 好像真的有人要求婚，求婚？求婚？怎么了？求婚？求婚？我刚是看到什么？为什么会讲求婚？求婚？求婚？他应该没有补小鸡的货。求婚？追分成功？求婚啊，找我啊？为什么？求婚？求婚手？海景第一排求婚？学分不够？求婚？我也要求婚？我需要求婚。然后我们还要吃一个越南的那种店，很好吃。通知还是期中期末，对，我需要学分，给我学分，不答应我就请了，到时候比较有机会。我觉得教授很难买通。刚开学就想要期中，对，求分，还想想看还要发生什么好笑的事。不能翘了，知道尾了。对，我不能刚开学就这样，有可爱都办不到的事。有可爱没有那么好收买教授，中了大包红包就给我过了，什么意思？对啊，教授很严格，让教授过也是可行方案，那感觉就要麻烦你们了。对，麻烦你们帮我，不要说是我。思考还有什么？我还回忆一整天。有啦，我有晕车啦，我有晕车，我想到了，我有晕车。现在的话很危险。schedule 都是贴红包，可以哦。韩寒教授，派一波应该有机会，他会说你出去，离开这。我也会晕船，我超会晕车，大概跟你们晕船一样。丢啦！生日会买好了，赞。大家谁还没买吗？生日会，回程的时候晕，去程的时候晕。对，要说要戴个眼镜。米奇姐那一句什么？他们是要拍多久？是不是？是要拍多久？会晕台，都晕。我很容易晕车啊，我本来就很容易晕车，而且没睡饱的话更容易晕。我通常都会吃晕车药，但这次没吃。没吃。
他会买的很棒，谁还没买？为什么是明年才买？确定明年才买吗？今年就要买了。一张的买好了，两张的还在想。好，没关系，低消一张好不好？下次的话要花很多时间复原，搭长途难免，可是也没有很长途。下周直播时间在什么时候？啊，我忘记了。下周是几号？是我生日吗？是不是？好像还没，还没。下周？哎，不对啊，下周不是我生日哎，那我忘记下周是什么时候了。入场低消一张，握手会签。入场低消好像真的有，对。先预祝生日快乐，谢谢。太快了吧，太早了吧。6到12号，6到12号我不记得嘞。6号，不记得了。下周握手会，我生日要了哦，好像可能是6号吗？我不记得。对，今天是溺爱海涵月第一天，生日快乐刷起来。对，今天是溺爱海涵月第一天，大家要记得溺爱海涵，这整个月都可以溺爱海涵哦。现在抓肯的真情告白，溺爱月存当然还在啊，如果不想晚点就没差。越来越晚交直播间，没有，我应该是没有哦。不是我，周五再来问你。好，但我不确定我会不会记得有没有什么愿望，有没有什么愿望？生日愿望怎么可以现在就许？不能现在就许生日愿望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有收到姐姐买给我的，但我现在很少喷这个，而且我这辈子都喷不完。她自己买100ml的，然后这边50，然后我还有原本那一罐30，这辈子都喷不完这个香水，而且我没有很常喷这个香水，怎么办？看起来超贵，差不多。哪个姐姐？这个姐姐，这瓶6000，50ml 6000ml 我忘记了。就今天寒月第一天，对，救急。3月6号直播很重要，自己的房间中大乐透，大家想要中大乐透啊，每天都有，我直接帮你说。今天有空大庆祝吗？目前没有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今年忙到。今年生日忙到没有办法请，小子轰炸我，溺爱36，哦，而且他居然问我说他在想要买马龙给我，但是他买了，他自己有100ml，然后他居然。又再买一个50ml，等于有150ml，真的这个味道喷不完，应该要买别的味道。生日礼物，他送你，然后再借你的，真的没关系。这姐姐，你姐姐一票，什么一票？墨的差异真的喷不完，对他应该是要喷完，他这辈子都喷不完。对他喜欢这个味道。但是我个人是想要有更多不一样的味道，因为这样子现在就150ml再加那个30ml，总共180ml，我要用喝的，是不是？用不完怎么办？而且我还有很多别的香水，而且我还想买新的香水。什么？我说我想要买新的香水。啊，我不知道，我想说，这个我是真的要不要考虑卖掉？你那个跟这个一样味道吧，还是不一样？一样。可是为什么他那个蝴蝶结是布的？你再借我一下。啊，你的是什么？是那个啊，是铁的不是吗？因为它这是大罐的。大罐的不是也是铁的吗？大罐是布。啊，这个也是铁的吧？
不知道大罐，可是布的是另一个哎、欸，布的有小罐的、欸，没有，可是真的没买错味道吗？味道是我喜欢的这个味道，因为我试喷。可是你真的没有买错味道吗？因为那个布的小莫有布的、欸，心情不美丽的时候也喷一下，它就见。因为我是喜欢这个味道啊，气味。人面前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可以买新的给自己。你居然敢跟我讲，今年香水怎么香的？没有，就是先买一罐，就是以我自己生日的名义买一罐，想买 By Rido 的，因为那个一开头那家真的太贵了。这边也有那个、欸，就是贵贵牌的香水。什么？你说潘海利根还是？对，我永远忘记那个贵贵牌叫什么。是。就是他买了100ml，然后这边又有一个50ml。哎、欸，我还卖掉卖得掉，真的，这样有150ml，你怎么没有？你没有从来没有想过？没有，我同心有人有阻止我。不是啊，你这样有150ml，然后还有加那个30ml，等于有180ml，你要用喝的这辈子才有可能把这个香水用完。你很烦哎、欸，准备好虾皮了。到处喷，超浪费的。每天喷手，不跟铁不同款。你给我那个小罐的好不好？罐子，它就是罐子很美啊。我的声音好可怕。罐子很美，喝掉。我跟你说，这边很难喷。不是因为我还有很多。我没有用过酒吗？没有啊，我有英国梨啊，我上次生日会就是喷英国梨，然后不小心喷太多把大家熏到了。但我就是觉得很不一样哎、欸，它是这个颜色也不太一样啊。同一支，因为我另外颜色比较大，不然抽抽看。那啥，哦，对啊，不行，我会数在这，不行，你先放床上，没事，我真的不是同一只，哦，酒精味太重了，等一下，那我等一下要播哎，反正瓶子好看，对着鼻孔喷下去没有？只是味道你不爱。他说喝的时候很热，谢谢。金香菇说不定会喜欢，他不喜欢这么女的味道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不同支。不同支？不同啦。同一支啦。不同啊。同一支。拿过来喷。要香不香？因为它另外一支味道喷不一样，另外一支是橘色的，是不是？另外一支是深红，深红，对啊，就是更红一点，它不是这么粉，它是另外就是玫瑰调的，跟这不一样。所以会拿来喷观众，麻烦今天过也没有再用男香啊，但他用的我都蛮喜欢的、欸。我之前有跟你们分享过，哎，可是我不能说你们的香比较挑人，就是喜欢的人会很喜欢。因为我们就是喜欢橙花一系列的，我很喜欢橙花，因为我会晕橙花。我看到都看起来很奇怪，咕咕香，你们可以生日会的时候闻闻看咕咕香，有一只是假货，怎么可能？奇怪，去闻人家身上的味道。没有，它真的超香，就是你经过就闻得到了。这么女是什么型？就是，对，没有直接往鼻子喷。就是，但我觉得也不中性哎、欸。它很吃香也不行，对，它很吃香。浓淡闻起来不一样。感觉小的这一瓶更甜一点，小的那瓶更甜，但它是同一支哎、欸，不然就真的是放很久。
觉得是放久的味道不一样。嗯。果香有点不喜欢，这个不是果香啊，这是花香哎。我很少果香的香水。我也很少果香，我不能接受就是果香跟橙花。喷的不会不一样，不是，就闻咕咕香会进警局，不是进生日会，咕咕会把你们送进警局。他可能买贵的，他可能买贵又能买就很快。进警局之后问说谁指使的，理财局。幕后主使，大文特文直接被带出场。其实我很想波特，你们不是吗？去闻姑姑试试，我不会保你们的。你们就有闻到在，有闻到就闻到，没闻到就算了。我是觉得你们，你直接跟他们说是哪一支，叫他们直接去闻香。就香就是味道不一样啊，一定有什么误解。你们是啊。不是啊，但是是真的是小姐的味道。嗯，发票还在吗？这一支的吗？对啊，他跟我150帮我打单打一起。哦。真的喷不完。但我不是很喜欢这支，所以我买100。你还喜欢这支还是喷不完？你有看我那么多香水吗？喷不完。所以你喜欢闻真人盖章，也不是说喜欢小墨数，就是这一罐呢，你已经有一罐100，那为什么我还要再拥有一罐50？我又没有还你一罐呢。可是我，你应该买别的还给我啊。啊，你又没有说。你又没有问，我哪知道？我哪知道你要买啊？他很喜欢自己，对，他是他很喜欢自己。没有，你听我讲，那时候我要从日本回来的时候，已经要登机了。然后我去了，我一开始你可以问我，我马上就会回你啊。没有，因为我一开始去的地方没有迪奥，它只有那个什么 YSL 之类的。然后我是走到更进去一点，走到麦当劳旁边才有迪奥。然后可是呢，其实没有多少时间，那我们还要吃麦当劳，所以我就进去，然后拿了2块，我就去吃餐。我根本没挑香，因为我原本就预定要买这一支的。哦，同一支香水喷的香跟喷故乡好闻味道有一点不一样。闻真人。哦，那我还买了一个 Jewel Star 的，你要闻闻看。我有看到。你要闻闻看。我好像有闻，但是我已经忘记什么味道了。它是一个。也是很女的味道。就是蛮舒服的味道，它是好像要洗完澡出来的味道。有吗？那看起来很小哎、欸，我对着你18年跟你有十，这个有30，真的有30啊？有啦，我记得它。它看起来完全没有30，它看起来只有15而已。30吧，你看盒子上面。30。这些都看起来好一花哦。我最喜欢这种。这个就是有人给它摔坏了。我再跟大家分享你摔坏我的香水，因为我现在林果的啾啾你哦，因为我拿盖子起来，然后结果它盖子就松掉了。你用多久还不知道这一罐不能拿盖子？这支是什么花？因为我很久没有喷那一支。这支是什么花？我没有看。是怎样？没看就买啊？不是啦，因为我拿它的试闻瓶拿起来，我很喜欢，我就买了。但我没有看，就是因为它写日文，我也看不懂，就我没有时间再去查那个片假名到底是什么。这罐多少钱？买东西都不用看。嗯，我不能再拥有更多香味了。我的试香纸呢？还在床头。跟你们分享姑姑的香水牌子，它现在已经应该很淡，可以喷了。
要看价钱，他刚刚就说没有啊。结个这个、啊，但姑姑现在比较常喷那个感官，这些都是那种很贵气的味道。什么东西贵气？哎、欸，闻完这支之后。就是变迪奥变得很奶的感觉，是陪醉香水，心路历程听起来很对，很贵的味道，浅浅堆起来味道，这个有点像洗发精的味道，我想起来就是洗澡味啊，洗发精的味道，沐浴乳不会有这个，是洗发精的味道。我比较喜欢洗澡出来的味道，这洗发精的味道，还有贵气，玩过的再闻甜的，贵气，这真的是一个洗发精的味道，想不起来是哪个洗发精，曾经用过的一个洗发精的味道。感官对感官之水，感官之水的名字听起来像酒吧骗人喝酒，怎么会是叫感官之水？爱买洗发精，洗发精也太香了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很多香水本来就是很容易有洗发精，应该是洗发精容易有香水味道，因为香氛就是那几个。其实大壮会喜欢的香氛就是那跟你分享最扩香，玫瑰的烟香，这个很香。还有这个猎奇送我的枕头香水，也是哦，戳到鼻子，也是玫瑰的。但我觉得我喜欢那个枕头香水。嗯，我也蛮喜欢的。它就有琥珀跟麝香的味道。我喜欢玫瑰、麝香。喷到手。茉莉。你才不喜欢茉莉。为什么？但我很多支都有茉莉。没有，我喷茉莉的时候你说很臭，那已经是茉莉粉。帮 Team 小熊喷一点，好耶。我觉得平香酥就是主要是茉莉啊，好吗？可是我不是，我是主要是茉莉不行，但是茉莉当其中。帮他喷了。这一排播到八点吗？这啥笑？这家的牌子 B， 我不知道，那是那个 B Idol 吗？我知道是那个今天最准备的牌子，但我一直不知道它正确名字。啊？怎么念 ？B O B 有味道的 Team。要用枕头香水 B， 我不知道，你上网查，因为那个是我记得是秋萍还给我的 B Idol 是吗？因为它上面英文字写 B， 然后 Idol 啊，姐姐很久没有吃，对，她去日本玩，看东西不用枕头香水，有味道的 Team， 香香熊宝，嗯，
怎么像喷狂？没有，我喷很久，已经用很久，是去年的生日礼物，然后才用。但你也没有天天喷啊。也是，可是我有喷，就是喷很多。他感觉一直都用不完，一直都在这样子。你可以说我喷你就用完。我没有说不行，你不要摔坏就好。你都把人家送我的东西摔坏。我真的是不小心的。那我现在看你比较少喷这种香，就是。我就是已经很少喷迪奥，我想说你干嘛买这个50ml的迪奥给我啊？因为你说你之前就说我把它喷完，你叫我赔一罐给你啊，啊我就赔一罐。啊，你又还没有用吗？而且你用，啊我就很喜欢。你就已经买了100ml的啊，你买100ml，然后你还在买50ml的给我啊？100ml是我自己50ml是你的啊，你之前摔坏还能走心很久，对。喷了，然后你说应该问一下我，基础就说好啊，那就赔一罐给你。那你自己就不要再买了，我现在有180ml，现在不是重点是赔不赔问题，现在我们总共有180ml的迪奥的香水，用喝的都喝不完，血流成河，过时需求对。而且这个不是再赔一罐的问题，这个是我国中朋友送我的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想收到再赔一罐一样的给你啊。啊，我不知道你。不是你不懂这一罐，就是它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在了。那我请那个朋友。我喝的会死。不要这么激动，不行。要不是香水不能送，你们可以送香氛类。那枕头香水可以送吗？是不行。那扩香可以送吗？扩香是不是可以？知道，我知道香香豆可以。扩香，香香豆，欢迎香香豆，生日礼物欢迎香香豆。我已经许愿过了。真的、喔？还有什么可以送？我现在帮大家想一些可以送的。还有一次六罐，我好快乐。天哪，你永远都洗不完耶！我最近要洗衣服的时候，我。发现我找不到你的香香豆哎、欸，因为我全部都收起来了。你收在哪？放了一个。你看我上次洗衣服的时候没有用香香豆、欸。你怪我？我找不到你的香香豆啊。我不要谢你、啊。香香豆对洗衣机不好，没差、啊。我喜欢什么味道？我喜欢阿贝桑的那个味道，应该是，我记得是偏橘的那个颜色吧，粉橘的颜色。偷藏，对啊，它藏起来我找不到，甚至。我怎么让你找到了？啊，香氛蜡烛，校花香。可以吗？可以吧。我记得安妮有香氛蜡烛。我现在有你香氛蜡烛，我跟你们分享吗？第二的香氛蜡烛。我还使用过发圈。发圈？那个 L Erickson 就是。还没有点过哦。哒哒啦哒啦，我都没有点过蜡烛，但是我觉得香氛蜡烛放着其实就香香的。烟火火药不能送，你有在点，我没有在点，我就是放着。香香都是含着姐的，对啊。还是近距离闻过阿贝桑，阿贝桑衣服就是会有很香的味道。而且我一直以为是因为阿贝桑之前在日本，所以才可以这么香，就他在桃园也很香。对啊。但是怎么可以这么香？真的都很香。怎么就不知道阿贝桑会什么味道？就是黄色的。阿贝桑只要走过去就会就是哦。我之前看到大好像是黄色。说到那个下周记得跳，再说，谁家蜡烛有火药？笑死。那瓶香水没有，它有很多香水啊，是说洗衣服的是那个味道。你们还可以送蒸汽眼罩，我现在帮你们想一些很实用的礼物。虽然我在日本买蒸汽眼罩还没用过，但蒸汽眼罩是可以用，好像必备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蒸汽眼罩可以消水肿，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所以我会在表演前用。嗯，蒸汽眼罩也蛮实用的，提供大家送礼好选择。我觉得最实用的是香香豆。嗯，香香豆真的蛮实用的。我上次看
刘雨欣有一整袋那个洗衣胶囊吗？消毒时间需要好像可以耶。胶囊是一体不是吗？还是没有。我现在有修足时间，也是日本买，但是我买错。我跟你们讲吗？我在日本买错修足时间，你在这吗？这个，我买错，我买到这个。对啊，洗衣球，我买到这个，就是有刺刺的，超级不舒服的，就是而且它整贴脚底，我觉得超级没有很舒服。修足时间本来就是让人贴脚底。没有，它还可以贴小腿、大腿啊，小腿啦，没有贴到大腿，小腿啊。那、啊、你其他地方不舒服，干嘛不买小龙巴斯？因为你不是就嫌臭吗？我是为了你着想。然后这个每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在日本用这个，然后日本不是很冷吗？然后其实贴这个蛮冷的、欸，就是凉凉的。然后我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我脚踩到地板，我每一步都快升天，因为超级冰。有味道，贴小腿，对，买到天堂路板，对对对。直播快用完，不知道昨天补了多少。就是这些东西，非常欢迎大家。如果想不到送啥，就送这些东西。为了重买，只能再飞。清单会不会很长一串？你们就挑着送。贴一件阿贝桑的试文，这样生日会来得及。哦，我那个那叫什么？见面会的那一件桃红色背心就是跟阿贝桑借的。我甚至日本的东西都还放一个。我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吗？这个是不用送我没关系，因为我用不完。但是我跟大家分享这个超香的，这真的超香，我就是很喜欢这个头发的味道，对。就是之前用了它那个一次之后，我就觉得这个很香，然后我就在松本清拿到试用品之后，好香哦，然后我就。虽然我根本就不需要用发膜，可是就是很香，所以我就买了。而且你们知道我用完这个头发还会特别塌，因为它很柔顺，我觉得它真的很有用，就是超柔顺。可是我头发就会塌到爆，所以我偶尔才用，所以我用不完。我上一罐都还没用完，我买超久的。笑。可以送给蔡恩什么？这个吗？蔡恩感觉很需要。有漂过头发这种不够力，就是它会。对啊，这个太。你要美发推，你要买美发专业的才会够力。还有什么生日礼物推荐清单？我收了一堆底片。哦，但我是因为我在拍。我没有底片相机，你干嘛要把那个麦克放在前面啊？不能剪掉是不是？我觉得还好，我有提醒你，不然等一下就有人要，有人要。带着麦克，我想说没关系，我要跟他们说我你要拿去退是不是？没有，穿完之后拿去退，只有吃的整理，就多抠，糖果饼干，对，穿一穿还要拿去退，是这样。全部乘客，为什么提醒他？我怕他这样太丢脸了。今天到再半个小时，八点。八点十五，为了接业配，其实接了业配 ，Mark 也可以剪吗？他没有排直播，还有什么可以送？偷想看，来偷想看人家收过什么，还有什么可以送？杰拉托，可以啊。杰拉托 PK， 甜心宝。谢谢 Draken 的告白气球，迟到十分钟到八点十分，差不多八点多。太贵的标签不能剪，他那个也只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吧。你践踏到我的枕头了，对不起，你不要以为我没看到。我就是想说，你应该没看到。我就是在看你。我找不到我的帽子。杰拉 PK。杰拉 PK。我找不到我的帽子，你没有看到。价钱不普通，那你们可以送香香都。我找不到我的帽子，厉害极了！踩他的小枕头包不好哎，我的脚要靠近谢光泰的啾啾你哦。来借一下你的帽子。不要，你头很臭。你才臭啦！你昨天有洗头吗？你怎么敢戴？为什么不敢？
没洗头还敢戴？我的脚要靠近你的小枕头咯。小枕头那么远，脚那么长。180，180。那你是什么？180公分。那个腿很长那个。要看到翻脸瞬间。那个腿很长的叫什么？有没有可能鲁夫是最长的？毛茸茸款喜欢吗？喜欢。拍拍小贝贝。可以唱180。真实姐妹。奶茶打翻在小枕头。哎，你在用哦。对啊，你戴这个帽子也太头太长了吧？你要戴下去一点。你头真的很臭，你不要戴。好恐怖哦！打个喷嚏在小枕头上，毕竟橡胶人。高木高木，翻脸瞬间，毙命。Aki 那种帽子，对啊，他戴我的那个 Aki 帽。每次我觉得 Aki 很像一个台灯，我每次都说你很像一个台灯呢。他又很常穿那种那个宽裤，牛仔宽裤，然后真的很像一个台灯。然后我也很像一个台灯，因为我在学他，是不是闻到？他头发很乱，魔人啾啾，不戴下面。会像魔人啾啾，对。按哪里脸会发光？什么意思？李彩杰跟董子轩的头应该香香，但是为什么是应该？就是香香的，每天都香香，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每天都洗头。忽然爆出李子轩的头发状况，你们等一下看就会看得出来臭臭的。台灯的部分。台灯是欣赏，绝对不是称赞啊，但就是很像一个台灯啊。嘟嘴按下去，灯会亮吗？哦，你们可以按按看呢、啊。额头发光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哦，完蛋了，我会晕这个口红，我晕开始晕。什么口红 ？BI 的。你干嘛偷擦我的口红？我在晕了。这哪有那个哪有什么好晕？怎么按会出镜？我帮你们按，不要鼻子很油。本来可能还好，他明明就很常没洗头，戴帽子的时候啊，看得出来是这样。好像海涵有吗？每天洗，所以香大部分每天洗的，就爱这种诚实的臭宝。擦脸口红戴帽子很像是对。隔着一幕飘出来了，哎，不对啊，那你还是先把这一罐用完，再用这一罐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用不完啊。那罐是你的，我没有打算要再用它。好。你说他头臭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让他招供？林一没有特别臭的，应该吧。我没有闻过，可能林一不会一直甩他的头发吧。李梦辰超爱不洗头，可是他超喜欢甩头发。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讲过这个，但他很喜欢甩头发，然后头又很臭，臭宝，你怎么那么执着那一关？你说他还是我？可以飞，跟人。林一说默默的头臭，哦，臭啊。臭吧！要开始喽。城堡为爱守着秘密，而我为你守着回忆。香水蓝牙味道，我吗？没有，香水绝对压不过任何臭味。超然后的西斯头前就上次是没错啦。但真的有些人就是太久没洗头了，大概10天那种，我会害怕。我想放音乐，结果你喊臭宝，一家又喊臭宝，应该是默默的，大家都说默默的头很臭。
是在爆料摸吗？不算是一种爆料吧，大家都知道的事。这个真的是洗发精的味道，我已经回不去了。你很烦欸。你不是就说你喜欢洗发精的味道？我过四五天不洗。跟直播跟主比拼多久没洗？洗头时间间隔有点长，超长好不好？那我什么时候要去买香水？这次的日本的战利品。我什么时候要去买？但是我想要让妈咪先把直播关掉。Cherry Bird 的缘分相遇。这支口红没洗就有点。我现在换一支。他每天都戴香水吧？哎，我在讲什么？每天都戴帽子。小小秘密，爱我为你守着回忆。牵手，却主动把手勾。你的心事太多。对，最新神秘。明明就他比较温柔。我还没讲完227的故事。我们去北海，而且我们下午才出门。我们整个下午才去。大家都喜欢睡到下午。还有什么？他在干嘛？哦，我只能睡到下午。你没有睡到下午欸，我睡到十一点，然后化妆这样。对，我好幸福。对，我在炫耀，我在跟你们炫耀。我还有贴贴，还有包包。好，对。快点回我，然后在干嘛？谢谢，而且到现在只听到石头拍照，好。啊，因为我们那天真的没干嘛，而且我们一直在走路，我们因为我们租车，然后一直走路，一直走路，走很久，走超久，就是走，好像有走到半个小时的，然后还有别的都有。还有米奇很凶，然后我们就去货柜市集嘛，就是大道城的，我们就去那边坐了一下，然后回家，我们吃了酸奶薯条跟蜂蜜芥末，对，而且酸奶薯条的酸奶居然是甜的酸奶，我整个大吓到。我以为会很像松露酱那种感觉，结果是甜的酸奶。米奇形象没有，米奇没有形象下跌啊，米奇很可爱，因为他的反应很可爱。好，我来找你的，好的，来晚了，等一下要关播了，我现在先提醒一下。大道城算北海，没有，我们北海岸回来，塞车回来。而且发现大家都去北海道，因为北海岸哦，而且我们在北海岸好像米奇姐姐有遇到她的朋友，然后去大道城的时候，米奇姐姐又遇到她的朋友。才刚下课，已经八点嘞，八点了才刚下课。北海道。八点，我今天几点下课？哦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好可怜哦，我今天好累哦。我的包包在哪？书包。我今天留在学校剪布。我今天留在学校剪布，而且因为我上礼拜没来，然后我又在做上礼拜的作业。因为我需要用到学校的车缝机。羡慕米奇好久没回。下次上去本来想去。现在欢迎站是东京祈福。早八到五点，我今天没有早八，我今天本来应该九点，但我是十点多才到，这样十点半。结果没有点名啊，可恶。还有一个是。这就没有推。香水油。怎么办啊？我现在就在想，我应该买一开头那一家，还是？还是白 Vido， 有已经变成有点名才会到，当然啦，本来一直都是。你说化妆包吗？
一直都是点名才到。然后呢？哦，对啊，我还要做，我又想到我的作业了。而且我刚刚才知道早上的，早上的那个 sketchbook 要做有主题的，很麻烦。对啊，没点名早早就不去了。小孩子才选择是成熟大人，所以就都不去，是不是？结果期末就，但我已经有预感，这一科期末还是会被当。毕竟大家都读到大四，刚刚的课也没点名，感觉没有点名真的可以不用去，都买了哦，不行啊，都买就会很贵啊。我想一下 ，Barido 就是多少钱？5000还7000？5000？50毛。手感超好，现在7000，然后那个 EX 那一家9000，还是6500？是不是6500？我想到 Barido 50毛是5000多，然后 EX 那家50毛是7000多。6500，忘记了。50毛今天喝了会长的吗？不是喝的，是喷的。就是，可能会很有魅力吧。喷了之后，现在抓肯的真情告白，加起来15000还好。很多大事真的很恐怖，不是叫你翘课？哦，我以为都翘课。但我要来挑一个零食吃。就是去日本的时候，这钱包在用，但我现在就是。你们有喝过吗？我没有特别拿来装，我就会把它当。感觉我介绍过了，但是我突然想到。它就是很容易上色。谢谢，伟的原本项链，海海伟。可怕的数字。开心。然后呢？还有，本上行程最开心的妈咪，都不知道这是你之前，这是之前呢。哎，你怎么会买这个给我啊？因为我记得你有拿。可是我这边有超多盒哎，我想说，我就是叫你帮我买这个，因为这个吃蛮快的。然后你又买了两个车给我，我这边还有超多盒。是你的欧米亚给的。谢谢，我知道。OK， 谢谢你。这个。Monday。很快乐的日子。没有，这是我在 Outlet 买的。他的二头肌动作是什么？哪里有二头肌动作？是的。或者娃娃。哦，这个吗？有背啊，你没发现？这没有二头肌啊。哪个大包包？没吃完又不会。是在遇见场。Yeah, 的告白气球。我最近是认真，我没有在开玩笑。最近认真觉得我。快蛀牙了。又快蛀牙了。皮革真的爆。两个月飞两次。你希望可以到生日会送？林一在生日会送吗？那个像相机包化妆，对，你要多外保养吗？会的吧，都买了，要认真。不，我喜欢面姐，很漂亮。真的超快，不可能现在突然浮出来。林一那才不是吃瓜，是分享的心意。怎么个分享法？我说会可以来聊我面。好的。欢迎，谢谢大风的追踪你哦。
好像没有特别。下台要圈送糖果给粉丝，然后你们拿到日本的糖果是不是？哎，很赚哎，你们很赚哎。哎，你们知道我很想，因为我很想吃那个喜糖。他可以选到。很想吃那个喜糖。然后很想要有喜糖。就是在三月的生日会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喜糖，但我就只是很想吃喜糖。每个人都发很快就发完了。专业的厨余的话，真的吗？很快就发完了。这一趟你的日本行吗？然后觉得很好看。为什么是喜糖？只是那个手工糖很好吃哎。Lion。然后我觉得。好啊，是什么？因为我也想要一个拍冷。哎，我有。听他们唱一个什么下雨的什么东西吗 ？Oh my god， 又是格兰奇，大声一点！我在那个 Reels 滑到的。送糖果不用让，是这样顺便喜糖糖会融化吗？谢谢，不可能是那个喜火花。嗯，感觉我好像有听过。等一下再查。为什么哦不？怎么叫做哦不？这是我们的对歌哦。没有，我到演唱会前面。真的，我知道那个很想赞助，我忘了。你好，我唱的无论多渺小，无名的光芒，都能够让黑暗受伤，让鲜花烈日之欢。我在吃糖。其实能等是的 ，Carry on you are so funny， 此刻无眠的我，哪怕不是太阳。好了，差不多就可以了哈。喉咙痛。啊，他写说，这鱼鱼追踪，你是马，你是葛兰骑士团。鱼鱼是因为听到我美妙的歌喉，所以追踪的吗？谢谢。夜光太的掌声鼓励。上去了没有？那是假音。谢谢看你的掌声鼓励，我谢两次。谢谢大家的红玫瑰。当当，今天只能唱几次？这首吸粉是这样吗？没有被退追我就开心了。嗯哼哼哼哼哼哼。我完全在研究。谢谢一只小金粉，追踪。也是会听到我的歌喉吗？怎么讲得出这种话？还有还在什么？保养麻烦。然后就是讲音乐的合音，特别很棒。握手会现场播骑士团，你们想听吗？搞不好是生日会啊，不要不给播。然后买了两本柯南的漫画，一直有追踪，谢谢。对我的歌喉折服。今天见面了，珍惜。对啊，今天在吃糖果，所以比较锁喉。然后我每次去都会再买一本，就是他出到哪一本就买哪一本，所以我买了102。生日会感觉会出现这首，有可能。佩佩猪吗？佩佩猪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爱跳舞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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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幸福，快乐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我的爱，是这首吗？哦，然后这次也有吃。是 Kiwi 姐姐唱的哦。三眼怪。呸呸。三眼怪的那个。不是这个，我也唱的。三眼怪的马吉买了九个。怎么又是这个？性别雷。
现在就买台机，全收，我没有全收，全收带回来太重。那里有配配珠，而且之前我是什么录音曲哦，是录音吗？有一个佩佩猪的，有 Oh my god！ 我现在长得好恐怖。我今天有在挑照片，这样子就漂亮。然后就是很可爱， okay. 但是有点废。请问那首歌叫什么？录音录音歌吗？录音。佩佩猪。等一下分享。是录音吗？等一下分享。对啊，中文日文，中文日文英文夹杂。然后买了一个很废的爆米花夹，然后原本想说我要吃个焦糖爆米花，然后。我从那个翱翔梦想什么巴拉巴拉，很喜欢鲨鱼。Baby, 那个地方一出来，然后他说快结束了，想买一桶爆米花吃。歌喉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黑胡椒口味。推配配猪。我想吃甜的。竟然都想吃。之前那首是什么？配配猪那首是什么？黑胡椒爆米花那首多久？那首叫什么？快点告诉我。爆米花。我自己忘记了。哦，乒乓歌。我也不知道买回来要干嘛。乒乓歌。对。Black Paper Popcorn。你又有人，对，最后是，对，有人帮忙吃。We're playing a tune and we're singing a song with a ping and a pong and a bing bong。我下次提，然后这个一甲要唱，你干嘛那么？我的猜想战歌一直被打断。什么战歌？请记得吗？请记得。还是你的骑士。对，怀念的感觉。然后这个是我在日本买的 East Four。生日快乐，这首在学唱内可以哦。很知名的制服。还有什么？然后就买了一个蝴蝶结，因为我带了我自己粉红色那套雷皮皮的那个。皮卡布。然后就买了一个这个蝴蝶结。好了，我要来念榜了，差不多了。超可爱。迷音歌。啊！我现在换一张是的，钻石之翼，谢谢，谢谢，我的天使的翅膀，直接被否决。可是我才刚来，没有办法，下次请早，下次请早。嫌弃。谢谢九蛋的行李箱。到底把包装出哪一个？什么？旁边，旁边，旁边。跟我一起来，这叫什么？蝴蝶和蜜蜂都还探险活宝。哦，巧克力色小水。胖苹果，嗯。跟我一起来，蝴蝶和蜜蜂都还。礼拜三超满，今天是礼拜三吗？我礼拜三是最空的。自由怎么这样做关怀？我是说那个底片的，刚好是我看了。探险寒宝。关怀论。误解我的意思，你妈妈说误解我的话。刚才在乒乓。我并没有那些意思。拜拜。我从没有听过这个整个。好了，我要来念榜喽。念榜喽，截止喽，谢谢绝蛋的吻手礼。OK。
今天的第十名是 River， 谢谢 River， 谢谢。第九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，谢谢。我还买了一只。第八名是 MM， 谢谢 MM， 谢谢。我现在不知道去哪里。第七名是 Kani， 谢谢 Kani， 谢谢。我不知道他去哪。第六名是 Akira， 谢谢 Akira， 谢谢。第五名是林果，谢谢林果，谢谢林果，一定在隔壁，谢谢。第四名是保罗，谢谢保罗，谢谢。第三名是光泰，谢谢光泰，谢谢。第二名是抓肯，谢谢抓肯，谢谢。第一名是幻影教师，谢谢幻影教师，谢谢。不要误会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。探险汉堡。好啦，我赶快放你们去看我室友好不好？对我的爱不截止。当场克制，对对对。那是小号，小灵果哈，我知道啊，这是小灵果。然后这个是。老汉堡了。这个是。很想我，马上三月就有很多时间可以见面喽，大家开心吗？多到我没有时间过生日了，大家好好把我亲生，我没有自己的时间过生日了。谢谢。粉红色就是室友太不怕，我不会啊，那不是年纪的问题，就这种是偏暗粉，那个是花钱的问题。还是花钱的问题。化妆棒，化妆棒很可爱，我连塑胶保护都还没拆。花钱必须你爱。忙到没空吃蛋糕，对。我朋友会挤出时间吗？我朋友也都很忙哎。哦，然后我们回来带了六个行李箱回来。关我也关，好的。拜拜。这个哦，对，偏这个颜色。在。哦，这件衣服是。用大声公帮我宣传，可以哦。在哪里把美甲弄干净？你们可以在我走过去的时候帮我宣传。拜拜。跟我一起来。两个。还没拜拜，已经想我了。刚刚站的四个。没事，三月真的很多时间可以见面，没事哦，大家。宣传骑士团，拜拜！欢迎去看我室友。我用了大概四个。GN。两个。厉害！三天后生日，请大家祝我生日快乐，这样。OK， 拜拜。大家好，当然。